做错了事儿，每天都睡不着觉，睡着了就是噩梦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别吓我呀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干嘛了？我没干嘛呀。奶奶这么大岁数，你怎么能给她喝酒呢？奶奶，奶奶，我快到120。好。点酒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喝酒？谁给他酒喝的？他不是戒了吗？我给的。香烟。别喝多。我知道你现在挺烦我的，我就想跟你道个歉。我原谅你了。是男朋友的职责，不是男室友的职责。更何况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安慰，内心简直波澜不惊。我看你刚刚一直不说话，还以为你多想了呢。我不说话是憋着笑呢，总不能露出破绽吧。好，好演员，戏真好。我当年我要是选传媒，我去艺考，我肯定明日之星了。行，明日之星。咱回家吧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妈没说话。嗯。喂，妈。不打个招呼再走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是不该见到的呀。怎么，你说跑就跑？我这高跟鞋应该很难破一点。我该怎么做啊？点头微信。OK。你曾说过有机会要给你买把好弓，现在真有机会，信吗？你不是说想要学射箭吗？我教你啊。谢谢啊，晚点我把钱给你转过去。这位是。我未婚妻向言。你好，我是林恒宇的前女友，我叫谭诗诗。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吧。嗯，好啊，那我们提一提未来。未来的事就是基于你送给我们圆圆这把弓，我们婚礼的时候会请你，到时候请早点来。我们走吧。怎么样？你的目的完成了吗？来日方长。其实是我用了蒋奇的身份骗了妍妍。都听见了吧？啊，这小子承认是骗人的吧？不是，叔叔，是我的错。我跟妍妍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确实是用了蒋奇的身份骗了她，因为我怕她觉得我是一个医生，太冰冷，太古板。后来我也跟她解释清楚了这一切，但是我们觉得那时候跟二位解释的话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和妍妍后来决定。
先交往，能找到合适的时候再跟你们说。虽然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不懂，但是我和你叔叔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。是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过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们两个是真心在一起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。哥，要是联系上了，跟妈报个平安啊！这吃饭啊，咱改天吧啊！不是，啥意思？那小子是不是不敢来了？少说两句能死人呢、啊！我凭啥少说两句？我酒都准备好了。啊，你也来找林恒宇？嗯，怎么了？他没来上班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所有联系方式都联系不上。我担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你能找着他吗？你不是他未婚妻吗？哦，我有时候男人消失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。如果他想一个人的话，就让他自己待会儿呗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不走。选个合适的日子分手吧。分手？你恋爱了吗？你就分手？这件事很复杂，一两句根本说不清。那就说三句。念姐，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。第一句，我跟他住在一起。第二句，我们已经见过家长了，他妈妈还说让我晚上去他家吃饭。我去，你这三句句句都是爆点啊，这速度太离谱了。哎，你下反的 APP 呗。哎呀，对方不是骗子，而且人也还挺好的。哪好呀？人品、家境还是哪？都挺好。那你在愁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情，反正就是眼前现在最愁的大概就是要去他家里吃饭了。吃饭事小，吃席事大。行了，没文化就别硬拽了。我在帮你想解决问题呢。不过你这人挺奇怪的，找现女友的前男友来解决问题。你算哪门子前男友？不过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不把你甩了。哎，你确定这个问题没问题啊？没有问题。
这么多年来你不是一直坚持独身主义的吗？所以我才要跟他在一起啊。哎，等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把房子卖给向阳了？哎，不开玩笑，你说。其实事情呢，是，我是喜欢向阳，我为了他可以放弃独身。那你不还是想吃席？哎，这是后话了。现在问题的重点是，我妈对向阳有意见，向阳又对我有意见，所以我要在这些意见的具体问题发生之前把它给解决掉，所以我才来这儿跑问问你的意见。有这么复杂吗？不就吃顿饭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正常吃啊。你现在在这儿问我怎么办，说不定向言在问他朋友该怎么办。那你就听我的，找个工作上借口，能不去不去。来这儿干嘛？你妈要请你老师吃饭，还要叫上你。应该的，这两次住院就麻烦人家了。你是不是没脑子啊？你不明白你妈想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……别但是了，我可是语言 CP 的头把交易，不能让你妈那点心思撼动了我的地位。语言 CP， 林恒宇的宇，向言的言。你这 CP 名还带口音呢。哎，别管这些没用的了，我告诉你，不准去，这是姑姑的命令。姑姑，您这么年轻，肯定听说过一个词儿吧？什么词儿？大生密谋。先走了。我刚才声音有这么大吗？我这屋就这么大，您说呢？新主义的人想要结婚，向小姐，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我们向言呢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，就是为人比较善良、正直、不功利，急别人所急，想别人所想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离开一下。还真是直率啊。支配一下。向言，向言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你别过来。恒宇。啊。你回去。哎妈，我。谢谢阿姨。坐下歇会儿吧。你看都多久了，来到你们家，你到现在才给我们上这个水果。哎，你这速度也太慢了，嫂子。没见您少吃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嫌慢的话，大家可以一起帮阿姨干干活。这么一大家子，就靠一个人做饭，阿姨也忙不过来，也没歇着。你说还要遭人数落的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你说奶奶年纪大了，又刚出院，姑姑要忙着照顾客人，那其他人可能外面比较忙吧。你们家不就是一个烤串的吗？这还没结婚呢，都开始管你们邻家人了。啊，比较热心。走，这饭你们吃吧。哎，我们走。干什么，恒宇？我亲戚朋友都是来看你的。恒宇。昨天的场面已经很难看了。这么多年，我花大力气做足了表面工作，就是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个家里面是什么样。要师傅了，那我究竟得配合到啥时候呀？配合到我们两个都不会失去这个住处。现在开始？随时开始。
快点。欧阳，怎么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小时候你偷着从国外飞回来的时候就到我这儿。你现在你起来。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太合适。那我走了啊。真正想走的人不会走那么慢，再走就走远了，还得走回来几步。你背着包不累吗？身上是我那个，那肌肉凉了就硬了，吃完了你也评价评价我的。哦，所以，向言，吃块水果，解解腻。恒宇哥，嗯，感谢今天的款待。客气，以后常来啊。今天也辛苦你了。哦，没事儿，以后常来哈。我是说，装了一天的情侣，辛苦了。走吧，释然。啊，好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吃个饭也不专心啊？嘴角上都是。怎么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手法这么熟练，看来我不是第一个被你揉脚的女人。什么？你是第一个？感觉到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以前只在网上查过如何去揉，真是用上力了。还真不知道怎么控制。你学这个做什么？讨好你，女人。看来我不是最后一个了。你可以试。一下还痛吗？好多了。其实我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急事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有急事，你的理由脱口而出；如果你的事情真的很急，那应该打车走。弟弟，听没听说过一个成语叫触类旁通啊？还是我来吧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厨房从古至今就是男人的战场。
这客厅看起来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哦，我以前就住那个屋子。啊，是吗？哇塞，是挺有缘分的。可以参观一下吗？不是，他这个房间啊，现在哎呀，全都是现在堆满了废物杂物，反正有点乱，有点不好意思见人。是吗？啊。算了，是我唐突了。没有没有，不唐突。哎，吃。这酒特别好，你们尝尝。那酒老板他专门不知道从哪拿回来的。哎，少爷，你快试试我这个意大利黑醋小排。黑醋是我自己。